好了，兄们，还有十分钟打比赛了，还有十分钟打比赛了。今天晚上时间过得好快啊，主要是全部把时间给那个新的勋章出来。好了，那现在这样，直播间现在多少个人？直播间4500个人是吧？刚刚我跑勋章车的时候，咱们直播间有3000多个人，又进来一千，差不多1000个兄弟啊。今天晚上他妈的跑了很久很久那个勋章车，有些兄弟没有看到我跑的什么图啊，兄弟们，我再给各位一个一个给放一下，然后我来点评一下这个勋章车。我现在来花点时间来点评一下这个勋章车啊。放高画质吧，跑图的话就没放的话就没必要放低了。我来花点时间来点评一下这个新的勋章车。这个新的勋章车，它的动力，它的常驻动力是202，对吧？它是202，然后那个9.9的常驻动力是200，然后9.9叠满那个叠那个技能，就触发完技能之后是208，也就是说它的动力是介于9.9叠和没叠之间的。啊，但是它是常驻的，所以说在动力这一块的话，它跟9.9是差不多的。那它比9.9的一个强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在于腾空图啊，腾空图它的速度比9.9要快很多啊，它在腾空图里面速度比9.9快很多，这个就是它比9.9强的一个地方。动力两个车是相差无几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比9.9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对吧？比9.9弱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它的。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小分时长，9.9那个小分时长啊，你们也知道能干很多事情啊。9.9那个小分时长是吊打所有的，吊打大部分的 A 车的，甚至吊打前几台机甲，除了末影青龙以外，其他的机甲都没有9.9的小分时长要长。这个是这个车比9.9弱的一个点。还有第二个点是什么？就是转向。转向的话，这个车的转向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它的转向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应该是4.12，应该是4.12，9.9应该是9.9是4.04，我记得是9.9的转向是4.04。这个车我体感啊，就是我玩了这么久，我盲测，我估计它是4.12这个样子，应该是4.12这个样子。然后集气是比9.9要好，这个车的集气是比9.9要好一点的，相对来说啊。特别是在它那个技能触发，因为它速度快嘛，速度快其实就变相集气就好啊，速度快你集的气就多。这个车我体感上的集气是比9.9要稍微好一点的，所以它跟9.9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吧，在动力上差不多，然后小分比9.9短，转向比9.9差，但是腾空的速度比9.9强。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模型在所有的这些普通的 A 车里面算是比较独特的，它比较大，有点像在开那种机甲的感觉，就特别大，知道吧？特别大。这种大的模型有一个坏处和一个好处。坏处是什么呢？我先说坏处。坏处就是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像极速空港那种，有些地方容易卡地形喷。卡地形喷可不是好处啊，有可能是坏处，因为它模型太大，它有时候会怼出一些不该有的东西，知道吧？还有这个地方我感觉就这个弯甩不出角度，我感觉也跟它这个模型会感觉是有点关系啊。因为别的车我感觉不会这么难去甩出一个角度，而且我觉得这个车它弹射弹出来，我拉同方向也拉的挺多了，这是一个坏处啊。那好处是什么呢？那就是手感比较好。这种，它这个车不光是大，它这个车你看它的顶视图，它是一个长方形嘛，对不对？像劳斯莱斯那种棺材型的车，棺材型的车它往往就是伴随着一个点，就是它的手感会特别的好啊。这个车你们去跑一下，手感应该不会有人说差的，除非是不习惯这种。你就要去跑那种轮椅那种形状不规则的那种车，那当我没说，对不对？这种车的弹射它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这种车它弹射比较容易去看这个车身的角度，所以就给人感觉手感是特别好。这个车在我的个人的判断啊，或者说个人的感觉里面，这个车是比9.9要轻的。9.9就感觉很重，那个车很重啊，比较硬，这个车就比较轻。也有可能是它模型大，稍微漂移一下，它那个车头动的比较多，所以你就感觉上是比较轻啊，但是它跑起来确实是比较轻的这个车。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主要是跟9.9对比啊，这种车你去跟机甲对比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两个的价格直接差了个几十倍，没有什么对比的意思。哦，不是几十倍，是百倍，差了100倍啊，差了100倍，刚好差100倍，兄弟们，这两个东西的价格。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勋章车就比勋章车，或者说去比一下比其他的 A 车。机甲的话我们是在这个游戏线的环境是单独要拿出来说，不会去跟 A 车做出对比的。
所以说它其实跟九块九也是差不多的，嗯，它不会说是比九块九要厉害，或者说也不会说是比九块九要差，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因为也九块九其实当时出的时候已经是把勋章车的强度跨了一个档次了。九块九之前的勋章车是真的没有这么强，然后九块九完了之后呢，我希望以后的勋章车能出得更强一点，因为你也知道现在机甲太恶心了，是不是？对吧？太离谱了！你要是再出像以前那种勋章车，你不如不出了，你直接把它当免费车搞，对不对？你还要别人花25块钱去买，那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吧？那以后的勋章车，我只希望比这个车一直要强啊，因为即使它比这个车强，也不会去影响到当下的游戏环境，知道没有？好了，还有5分钟比赛了，还有5分钟比赛了，咱们打两把高端局，好吧？打两把高端局，还有5分钟比赛了。你像幽兰蔷薇也其实也就差不多吧，也就那样啊。幽兰蔷薇也算是比较强的一辆勋章车了，因为它兼顾了起步和后追啊，它兼顾了起步和后追，起步和后追同时兼顾的车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很少的，特别少啊，特别少。好，童谣序曲就算了，兄弟们，童谣序曲放到现在已经是比较弱了啊，兄弟们。放到现在已经是比较弱了，为什么？因为虽然它的动力也挺强的，它的特性也是流氓车，但是它有个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转向和集气，知道没有？红妖序曲的转向和集气啊，转向不是很明显，集气是特别明显啊，非常的差。红妖序曲九块九的集气比红妖要好多了，九块九的集气好有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转向，转向好它减速就会比较低嘛，对不对？减速比较低，那你初始的漂移速度比较高的话，你集气就会好，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它的动力也比那个童谣序曲要强，对不对？提速提得快，你下一个弯之前有时候需要提前去卡气的话，你速度没提上来你就卡不住，就卡不出来，知道吧？你速度提上来了你就卡得出来。还有一点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它这个车的基础集气效率啊，集气效率这个东西是很难去测出来的，但是我们体感能比较明显，它的基础集气效率是比童谣序曲要强很多很多的。童谣的基础集气效率就太差了，跑都能感觉出来啊。就比如说一个慢中出，童谣集不满，九块九就很容易集满，同样的宠物，对不对？一个慢中出，童谣基本上是集不满的，但是九块九就很容易集满。新的这个车如果是平地图的话有可能也集不满，但是腾空如果触发了技能也是随随便便集满的，因为多了7码的速度，那个集气会快很多的，各有各的好。对，各有各的好。所以听了我这一番评价以后，其实你们买不买这个新的勋章车，我感觉跟我这个评价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现在25块钱很多人他不是奔着车来的，如果一直花25块钱买这个勋章车，怎么说呢？就如果是25块钱只有这个车的话，那我觉得你不如去开 A186，对吧？主要是它附带了一大堆那种别的东西嘛，每个游戏的通行证的这个系统，一般情况下都是便宜一辆大的这种，它不单单是一辆车啊。如果单单是一辆车的话，那我就不推荐你们去搞了啊。主要不是一辆车，还有附带的东西。对，有那些附带的什么衣服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那种东西虽然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因为我们有机甲了嘛，我们也有那种换身套，但是对于大部分不会充这么多钱的玩家来说，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一点攒，后来发现道具也挺多的。在我直播间的这些人呢，可能就会比较希望知道的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个车的具体强度，因为我作为一个技术主播，对不对？我作为一个技术主播，我一开一辆车我就知道它牛不牛掰了，知道吧？哎，你不要说你有些人啊开了以后，哎呀我感觉挺强的，后来一看数据拉透了，然后也就不行。我至少还是有技术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跑一辆车我可以看他一个地图的成绩，去跟我往期那些其他的车去对比，我就知道这个车牛。对，我就有一个横向的对比啊，这个横向的对比就能看出问题出来。就你还技术主播上了。我现在都不配叫技术主播了。你不是的话，那应该没人是了。也不能这么说，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技术主播，他妈谁还是技术主播啊？来，谁是技术主播？你跟我说。哇，感谢老马好出，我受不了了，那送出了2发飞机，
感谢老板的两架飞机，哇，五一节又过年了。那每次次过节就跟过年一样，怎么连这个高端局都进不去了？那意思就是说我马上催促我要去打比赛了，可以打电话了，9:45了。我是专业解说，哎，小哥啊，我打了，你是技术主播啊？对，但我同时还是专业解说呢。那我是什么呀？你是啊？那我是什么？我就想问一下我是什么？对，你是坐在我旁边直播的那个人。哦，就不敢说了呗。没，那也差不多嘛，对吧？你是不是想说我是娱乐主播？我可没说，你自己说的。现在坑都不跳了、啊，肯定不跳了。不行，点个喝的是吧？那今天要好困哦。今天可乐，今天可乐。好。来了。来 ，OK， 那个傻逼安卓手机来来来明明接了电话，看到没？我接了就有人骂人啊！谁？那个图看到没？哪个图啊？最新发的呀，最新发的。啊？今天晚上发的吗？你导一下。对呀。你再翻一下，再翻一下。给你导一下呀。OK。来来来。机器国王是什么东西啊？这九感冒了，我就喝了两包，直接想睡觉。灯光不行，太暗了。我知道，我那个壁灯已经到了，我现在就差个桌子没到，所以我到时候那个我可能过两天嘛，等那个桌子到了，我们就不会这么暗了，好吧？就跟我在桂林那边是一样的。好了，机器国王，